今天讲的是梦游。梦游，这个小男孩画的，然后这个是也是他画的，很可爱哦。对啊，猫咪，还有小驴，还有小鸡，还有小狐狸，还有青蛙，还有小老鼠，这是刺猬哦。当夜很深很深的时候，总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。你看，人群。还有嘞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看那边上面有。小男孩闭着眼，开始他的大冒险。还有他的想象力啊，他绕着天花板走出了家。他的东西是 IKEA 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他的房间。哇，我喜欢他的照片。他走在电线上，不会电到哦。玩平衡游戏。用想的吗？他到动物园踩过狮子赶路，他到了游乐园坐上摩天轮，他走到海面上跳舞，他摘了一束美丽的花。他坐上深夜的小火车。这边那个他爸爸会拿钱钱。买车票。他在往星星小镇。他走过一亩亩美丽的稻田。他驾着牛车越过一座山。一座山。终于把花送给爷爷奶奶。然后嘞，抱抱啊，抱抱我。然后嘞，就回家。然后嘞，就背他。然后嘞，然后就做个看看什么。月亮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们牵着手要回家。你去玩沙。金鱼蟹呢？对。然后呢？坐摩天轮。对。然后呢？跟狮子拍照，还有长颈鹿。然后嘞？然后就睡着了。对，抱抱睡觉。你到家了。你看他乱画的，他画的。你看到床上睡觉了。他口袋里好多花。对啊，他们在路边采的花。然后他把花拿给谁？他妈。然后他爸爸也去睡觉了。他这是什么？晚安。晚安。对。哇，好多照片，因为他们出去玩玩的哦。那他小时候，他给爷爷奶奶洗。对呀、爱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，爱是信任与付出。爱的说明书是放手与陪伴，这就是梦游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小朋友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。